Hi, I'm Danny Hester, first ever classic Mr. Olympia. This is my boy Kay. We're gonna go over some exercises, little tricks that we're gonna show you to help improve some lagging body parts. You know, little areas like your biceps, make the head a little bit longer, a little bit thicker. And the shoulders, so you're not using so much tricep and more just the front delts. We use little bands, just different angles. We're here at the Mecca Gold's Venice, and we're gonna show you a really good workout.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real quick. If you work hard, doesn't matter when you start, it's when you finish. Anybody can achieve this. First ever. Nice. You feel it? Isn't that cool? Whoa.训练前呢，丹尼认真的看了我两边手臂肌肉的情况，非常的全面，然后找出哪个地方呢是相对比较薄弱的。第一个问题是两边维度的不平衡，第二个呢就是需要着重加强我的肱肌、肱桡肌还有二头肌下沿的这个部分，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手臂在训练过程中向立体方向去发展。接下来呢，丹尼教我做了一个拉伸的动作，可以拉伸到我们的肱桡肌、二头肌还有我们的三角肌的前束，对于接下来的训练会非常有帮助。第一个动作是器械垂直弯举，除了肱二头之外，它还着重刺激我们的肱桡肌。那除了双臂呢，我们还选择了单臂的训练。注意啊，这个单臂训练里面，丹尼着重提到了下放时手腕要下压然后收缩时除了弯举这个动作，还要注意手要向回去拉这么一个动作。接下来是双臂的弯举，注意手腕需要下压一些。做完正常一组之后，紧接着在后三分之一层进行小幅度的弯举动作，主要刺激我们的肱二头肌的下沿。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辅助的话是最好不过了接下来丹尼又教了我一个弯举的变式，将身体下放，弯举的时候呢越过我们的头部。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第一点可以加强我们的收缩幅度，第二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上部肌腱。这个动作你可以离开座椅，采取弓步蹲的姿势，头可以低一点，注意全程的拉伸和收缩。如果你健身房没有这个器械怎么办？不要担心，我们可以用高位下拉架来做，一样的效果。你看到丹尼这个手臂真的是非常立体啊，这个二头肌跟大馒头一样。这个动作身体呢可以向后倾一点，尽量保证手肘内扣一些，大臂不要去动，注意我们全程的收缩和拉伸，顶峰短暂停留一下。这个动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孤立训练动作，所以说在做的过程当中不要从身体其他地方去进行借力。当然了，我们这个动作也可以进行单臂的一个训练，那单臂的训练要点其实跟双臂相类似。那首先我们这个手肘要内扣一些，然后呢我们身体可以向后倾斜一点，你的右手可以去扶住前面的一个把手啊，或怎么样，就是让身体更加稳定一些。然后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注意全身拉伸还有收缩在最后几个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你的手臂没有很多力气，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利用一些我们背阔肌的力量来往下带一带，这样的话呢在最后几个我们也能保证一个非常好的收缩感。接下来呢我们做的是杠铃拉式弯举，相比较普通弯举，这个呢也可以减轻我们上部肌腱压力，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动作。你会看到丹尼其实有两个动作组成的，它是先拉然后再弯举，是比较细啊，可能一下子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些细节呢还要多注意。下一个是反手的拉式弯举，除了二头还着重刺激我们的肱肌，你会发现丹尼每一次拉伸都是那么的全面。在我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丹尼时刻在旁边提醒我，那这个动作呢是刺激我们哪个地方，那千万不要做错。那经过他时刻提醒呢，我这边也是时刻要注意我的姿势是否正确。好吧，那今天呢是我们手臂训练的内容，那我们还有肩部的训练内容，下期我们再见，拜拜。